今天在阳台录个视频，爆辣火鸡面。啊，看着好辣。 去哪？外面好热。为什么爱会如此无助？为什么爱让人孤独？情到深处是最浓的酸楚，也许这原本就是错误。我迷失在午夜的岔路，像流星忘记了归途。去心付出，却找不到幸福，也许彼此爱得太盲目。 谢谢。